基隆市区的庙口夜市违停乱象其实很多，因为汽车都会在狭小的车道是并停，所以造成回堵，甚至后方来车不得已跨越双黄线，结果被检举开单。那么现在警方说会加强取缔。行驶在路上没有红绿灯的双向道路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往前一看，一二三四，一小段路上两侧就停了满满的汽车，宛如停车场，根本无法通行。隔壁条路再看一次，一台大货车停在路边，挡住整条道路。后方三五台机车，眼看货车一动也不动，不得已打起方向灯，穿越双黄线通行。而这样的行车地域发生在基隆市区庙口附近，违停就问题就会很大，后面的车就会过不去，然后会造成堵塞，这样而且很时常发生。你也只能跨越双黄线逆向。而且会被有时候会被偷照啊，对呀，所以拍照啊，那也很无奈，那也是出自于是无奈啊，没办法。附近民众无奈表示，车流量众多的时段，常常会有违停的状况，造成交通堵塞。如果穿越双黄线通行，还会遭到开单，苦不堪言。啊，因为你那边也停车，这边也停车，那我们临时一下五分钟、三五分钟是无所谓，但是变成其他用路人很难。很难使用。民众反映人事路违规停车，本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告发驱离，本所也将加强该路段违规停车取缔，以维护用路人行车安全。根据了解，基隆市区众多的路段路幅狭小，但两旁许多店家有货车卸货、消费者违停的情况，一到尖峰时间就会造成拥塞的情况，相当困扰。警方表示，未来将会加强取缔，但民众只希望市府赶紧提出改善方案，让这样的乱象赶紧解决。记者黄韵杰、杨雅竹，基隆报道。